为推广自然人凭证申请，松山区户政事务所借着捷运松山线通车热潮，举办寻找阿松与小三的活动。首先的话，我们这个活动最主要是因为我们松山捷运线开通，我们办的这个活动叫做松山线的一个纪念活动。那这纪念活动包含就是我们要的是就是自然人凭证，因为自然凭证对于我们来讲松山户所是需要去推广更好。来办自然人凭证的话，我们就送给他一个松山捷运线的这个悠游卡纪念卡。你如果来办要带身份证，而身份证上面如果有两个三的话，我们加送他一个读卡机。那符合条件的民众赶快去申请吧。等一下，到目前为止12月1号到3号这两三天特别的热烈，那热烈的情况下我们的数量就不够，一下子就花光了，就让他们跟我讲是已经说没办法在供应。那这三天来大概有多少人来办的这个自然人凭证？起码有200多位了。200多位是吧？200多位。OK OK。那200多位的话，我们预算是应该200个人，是杜卡机，然后150个，价值在50个就200个。了解。那我们悠游卡现在目前还有，就是捷运卡。悠游卡会不会也有数量限制？到时候？数量我们只有250个。所以也可能这两天也许就没有了，是不是？也许今天就可能就没有了。这样子啊。这么说，活动应该已经圆满结束了。